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啦啦啦啦啊！啦啦啦啦啦啦！请问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啦啦啦啦啦啦！张嘉学小朋友，请问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啦啦啦啦！啊？你们现在在跳什么舞？啦啦啦！啊？请问你现在在跳什么舞？跳芭蕾舞啊！芭蕾舞啊，这是你长大结婚要跳的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是吗？那你现在几岁？你现在几岁？三岁。啊，你长大，你几岁要结婚？四岁要结婚了、哦。真的、哦？啊，你要跳这个舞是不是？好，那你再跳一下，再跳一下。你哼的是什么歌？你哼的是什么歌？芭蕾舞的歌。啊，谁教你跳的？啊？我有看芭比呀、啊。哦，看芭比的 哦，真的哦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以后你结婚的时候要跳这个舞哦。好。好哈、哦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张嘉贤。张嘉贤，好、好，以后结婚要跳这个舞哦。好、大家等着看哦，好、好。